我们是佛之圣也啦，吼，所谓是三学因缘，那么吼其继也，三学鼎立，吼其衰也，吼三学互争，吼其极也，三学内讧，吼我们要知道，吼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战身。那么在这一个时代，吼我们很难去体解到当年。世尊、哦、来这一个东土、哦、传言佛法的时候的那一种所谓的盛况、哦、那我们现在当然二十一世纪在所谓的这个科技昌进发达的时代讯、哦、息、哦、交通非常的便捷不比以往、哦、以往、哦、一个人在一个所谓的宗教的学养上、哦、通常来自于家庭、哦、父母、哦、那么常常有所谓的地块性、哦、地域性的意思也就是说、哦、很少、哦、像我们现在、哦、一个人可以知道、哦、一切一切的存在、哦、所以也更显得单纯、哦、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三学的修持、哦、第一个是戒、哦、第二个是定第三个是慧、哦、那刚刚有讲佛法之圣相、哦、在于三学一缘也是说、哦、他这三学是没有区分的、哦、戒当中有定慧定当中有戒慧、哦、慧当中必然有定戒、哦、的存在、哦、那于对现在我们这东土的十大宗派就有所谓的这一个律禅教、哦哦、所谓扣除掉小乘的俱舍哦、跟陈时中两派、哦、以外、哦、有八大宗派、哦、正所谓是天台三论、哦、法相华严、哦、律禅净密
加起来八大类，好，八大宗派。那么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最早是一元，哦，没有分，哦，这是一个佛法的圣相，哦。那当你看到我们已经分了这八大宗派、十大宗派了，你就知道佛法开始衰微了。但是这个衰微还可以，哦，还可以，因为大家也秉持着，哦，这些宗门教下的学理，哦，去升职修行，哦，那么，哦，彼此，哦，也不谤彼此，哦，当然多也有，哦，赞叹彼此的，哦，佛法在菩萨众戒里面有一条叫做自赞毁他，我们知道可以自赞，但是不能毁他，哦，那么，现在这个文化在我们量多，哦，深度浅薄的状态底下，我们常常在自赞的同时而毁他，殊不知，哦，同出一源，哦，这些不管是律学还是禅学还是所谓的教下，哦，教下是指什么呢？禅宗剔除掉，哦，律宗剔除掉，其余的，哦，都叫做教下，哦，包含了净土宗、哦，密宗都是所谓的教下。要读很多的经典，哦，要了解很多的学理，哦，这个叫教下，哦，那么禅，哦，我们知道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哦，但是要听好，它不立文字不是否定文字，哦，而是叫你不执着在文字里面，哦，所谓是言外之意，哦，弦外之音，哦，是更正确，哦，在学法的时候离名字相、言说相、心缘相，哦，一意不一语，哦，常常是直了心法，哦，所以这是一个从理入意入的角度上，哦，去讲，这是一种上上根人的学修方式。那么这个律呢，哦，很简单，就是手持戒律，有非常的戒条必须要去维持，那在于三无漏学，我们就称之为戒定慧三学。那么我们一个学习的人，哦，也要有知道这个基本的分野理。什么叫分野理？与出世间与世间的分野理，就是所谓的戒定慧三学，哦，意思说我们现在，哦，非常有热情的学习，哦，然后呢也给予，哦，如这些古圣圣哲，哦，的一种教诲的引导目标，哦，就是说那个目的地有学佛的人大家都知道希望成佛，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成佛有一个最基本的分野领于世间的价值观，哦，那就是戒定慧三学，我们世间有理，哦，没有戒，哦，一旦谈到戒我们就会耳化成理，哦，然后我们又有理，哦，又产生了所谓的规矩的认知，规矩的认知又演变成所谓的牵制，哦，我们生命自然运行的一种概念，是不是我们这个世代，哦，刚讲科技昌进讯息纷乱的时代，我们对于自然两个字都有误解，哦，其实持戒就是要恢复我们自然的状态，哦，那从这个对法概念来讲，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一点都不自然，哦，好像当年澳洲真人部落的，哦，事迹一样，哦，他说我们这些声称为文明人的人，哦，是一种变种人，哦，所以他们叫做真人，哦，真人嘛，哦，那符合自然叫真嘛，那违背自然叫变种嘛，哦，所以我们叫做变种人，哦，可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叫做真人，哦，而为什么他们又称我们叫做变种人，与我们以文明自居，哦，这种科技文明、机械文明，哦，乃至于我们所谓的精神，哦，自认定的文明的观点来看真人部落，会觉得他们是落后的一群土著，哦，澳洲的原住民，哦，那么好像也没有，哦，华裔美裔商，对不对，哦，那也没有华夏可住，然后生活好像很不便利，哦，也没有像我们现在的交通，哦，大众运输等等，哦，这些，哦，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科技，哦，机械的运作带给人类很便利的生活，哦，我们的眼光是这样看，可是于他们的眼光
看待我们处处都是负担、哦、处处都是伤害、哦、处处都是染污、哦、那么染污到这个身体也不比、哦、他们健康、哦、心理也不比他们愉快、哦、所以我们还自称为文明，对不对、哦、所以文明这两个字并不能代表什么、哦、只是代表一个生命在发展的过程所留下来的遗迹的汇集而已。当然这个遗迹你们不能狭隘只是在所谓建筑物上留下来那个，比如说人类在生活当中发展、哦、用他的头脑的发展、哦、的一切所遗留下来的这一些所谓残余物、哦、这个叫做文明、啊、当然于学理派可能不是这么解释啊、那么我们这种概念可能真人部落会比较认同。那真人部落他们的快乐开心来自于哪里？完全没有这种负担、哦、他们于这一种纯质也能理解到他们这一生来到人间就只是宵夜而已、欸、没有学过佛法也知道宵夜这种概念、哦、那于焉他们能接受他们一切生活当中发生的境界、哦、的一种对待、哦、那么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巧思去发展于、哦、好像给自身便利的这一个概念、哦、因为、哦、生来、哦、无物、哦、去时亦不带走任何一物、哦、所以最便利的也就是我们的灵性的自由、哦、这是最便利的。那很多人才这边就可以理解到、哦、修行其实不用有很大的条件环境，于真实的角度来讲，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你就会、哦、去从刚刚讲的八道宗派开始发展之后、哦、三学鼎立、哦、鼎立好像三足鼎立一样啊，对不对、哦、我们庙里面那个鼎三只脚就很稳、哦、是这样、哦、这时候是已经开始、哦、分门别类了、哦、这也意味着人类的品质越来越低了，学习者的根气越来越浅薄哦、所以你才必须要去分门别类。于焉我们现在的学修就越难越难了解什么叫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概念、哦、华严四分正性解行正、哦、其实四而一一而四，可是为什么古师大德无尽慈悲、哦、帮我们做整理、哦、理出一个次第，所谓性而后解，解而后能行，行而后能正，对不对、哦、那这种无尽慈悲、哦、是因应我们众生的、哦、这个所谓的染污自己、哦、才有的、哦、那如果我们没有染污自己，那这一种分门别类就是障碍我们悟门的一种所谓的、哦、屏障、哦、所以法是药，众生是病、哦、如果我们没有生病我们就不用吃药、哦、那我们生什么病医师就合什么药给我们吃。所以古师大德从八大宗派开始分、哦、分宗分派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我们众生的诸多不同的病、哦、一直在蔓延一直在发展、哦、那么在这个时候还不是问题、哦、在发展自己的时候，我们众生拥有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所以是傲慢嫉妒贪欲，所以在这个傲慢嫉妒贪欲的浇灌之下、哦、我们不太懂得拿法来熄灭它，所谓是熄灭贪嗔痴嘛，群修皆定慧嘛、哦、我们即便耳朵头脑听得懂这几个字的意思，可是与我们的劣根性、哦、我们就会把这些拿来浇灌在我们的贪嗔痴上。比如说现在多数在学佛法的人、哦、都拿佛法来长养他的贪嗔痴、哦、没有学还好，比不上人，所以还懂得避丘、哦、避丘就是懂得低下一点、哦、萎缩一点，对不对、哦、卑微一点、哦、这样那一学了之后，哇，好像、哦、处处觉得比别人懂、哦、于焉内在的自我优越傲慢就长养起来了、哦、那傲慢嫉妒贪欲其实是三兄弟、哦、他也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哦、那我们在这样的学习状态就会没完没了生生世世，以至于
演变到佛法的衰相，我们现在就是多有衰相、哦、可能到第四个层次衰相自己、哦、衰相就是这些宗派、哦、彼此开始在争论、哦、谁比较厉害、哦、谁比较好、哦啊、谁比较不好、哦、开始有这种争的概念了。在三足鼎立的时候还没有、哦、三足鼎立只是分门别类好让行者学修、哦、可是这些行者都有一种比较良性的学修态度、哦、他可以雅纳、哦、他可以所谓的正住双修主辅并进、哦、会有这种概念。那遇到这个衰相的时候众生就不是这样的、哦、那这样子的病态、哦、更加的蔓延、哦、延续下去就产生了自极之衰相、哦、这时候就是逆讧、哦、已经不是所谓的这个宗派去批评那个宗派、哦、去毁谤那个宗派了，而是这个宗派里面的人自己在那边逆讧、哦、这个宗派哪一个才对哪一个才不对、哦、这些都是在这个时代、哦、很典型的佛门现象、哦、那是不是只有佛门、哦、事实上也不是、哦、以拓宽来讲佛门十大宗派八大宗派拓宽来讲何尝不是这整个地球的十大宗教，对不对、哦、那这些宗教学门、哦、各自立山头、哦、在诽谤彼此、哦、这是一种很不幸的现象、哦、为什么讲这些也希望、哦、诸位能够在学习的道途上知道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战身，那佛法兴不兴干我们什么事，对不对？当然干我们很多事哦、因为佛法心你在学习的道途障碍就少、哦、至少、哦、你得到的讥讽也就少、哦、如果在一个学门里面你遇到的都是内行人，那你就会很轻松很轻松、哦、你就不必多做解释、啊、也不会徒增、哦、多有的所谓的误解、哦、那一旦人跟人之间有误解那么障碍就出现了、哦、那这一个障碍是很难卸除的、哦、除非你让他理解。那你们知道众生最麻烦的就是意识形态、哦、一旦意识形态建构了你要给他化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要具足非常、哦、多的参数、哦、他才有办法达成、哦、回归原本的那一种清清淡淡、哦、纯纯然然的认知、哦、所以佛法的兴衰关系到这个世代的众生的福祉、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叫觉、哦、那当然你们理解到佛法不能只是、哦、认知到从善、哦、这件事情而已、哦、它也不坏世间相，也拿善这个字来讲，可是这善必然、哦、要再去补述、哦、注解，它是一种至善而不是一种善恶对立之善。所以我们自己在学习，我们如果没有把我们的知见、哦、拉得至高，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目标、哦、定在最终极的话，我们必然也就容易流入刚刚讲的那后面两个衰相、哦、衰即衰、哦、那这样子我们就是那里面、哦、迫害佛法的一份子，那要兴盛也就、哦、没我的份了。哦、不但没有的份、哦、我们刚刚又讲菩萨戒经里面的重罪、哦、毁佛谤法自赞毁他、哦、是一种重罪、哦、那么他下无间狱。所以包括、哦、净土经上讲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哦、临终一念乃至十念就可以，可是除了忤逆十恶跟毁佛谤法、哦、除了这个佛救不了，其他的都可以，那你就知道它多严重了。所以为什么常常劝诫我们大家为人要谦虚，对不对？尤其是学法要把自己处于最低下，效法地藏菩萨的一种宏愿。地藏菩萨你们知道本愿经嘛，对不对？那本愿即是无愿嘛，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生命本来的样子嘛，那个叫做自然。可是你看于言辞上、哦、就很麻烦，众生你跟他说无愿他就把他当无想，
你叫他空观，他就当没有看待，对不对？哦，那没有，他就不知道这个没有能够起作用，产生无量有，所以空有不二的概念，哦，他也就很难契入。那你不契入空有不二的概念，你也就很难圆满回归于自性本佛。所以众生学佛要成佛，就又变成一个障碍了。哦，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哦，非法意指的是世间法，哦，六道轮回之法，这些善恶之法，哦，你都要舍。哦，那么你这个为什么要舍？因为他告诉你佛法都要舍了，更何况是这个呢？对不对？那佛法，哦，指的是什么？你们所学的，哦，会烙在你印象当中的那一些，通通要放下，即便你认为它很好，但是与，哦，学人的根器粗浅，它有分步骤，哦，它的步骤你可以先放下世间法，哦，再来放下佛法。那什么时候放下呢？哦，当你入得了佛法的时候，你放下佛法，在那最后一个关键。所以你就从这边可以理解到，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那么多，哦，为什么不是每一个我们都必须要去深入它，哦，去涉略它，哦，因为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根器，哦，那世间话讲适合的最好，那你适合的也会改变，哦，你小时候适合奶嘴，对不对？啊，你现在会再拿个奶嘴一直在那边喝，在那边吸吗？你不会啊，对不对？那你说现在什么比较好？现在就是什么保温杯什么等等等。那你不要这个比较好，叫婴儿拿这个喝，啊，对，那他烫死了，对不对？他可能会噎死，对不对？哦，所以佛法其实历历在现，哦，与你生活当中的平常，可是我们却很难察觉到它，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的分别见跟执着见使然，哦，所以佛法是在对治这个的，哦，当这一个你懂得对治了，那时候也没有对治了，因为你发现这些都是虚妄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你若见诸相非相，你即见如来，哦，所以在学法当中最后为什么放下佛法呢？就是放下你脑中的执见，你一切认为对的执见通通要放下，因为那一个对会让你再起固执，哦，所谓是择善固执亦是恶，哦，我们众生讨厌恶，所以我们很喜欢一个善，我们就坚持一个善，这一个坚持的本身，哦，会产生无量的恶，哦，所以佛法，哦，它，哦，不在所谓的圣地上告诉我们善恶之说，哦，他告诉我们离两边中道亦不存，哦，叫我们秉持如是中道前行，哦，那就对，哦，那我们在初学习的时候，哦，我们像个无头苍蝇，哦，那你像个无头苍蝇的时候，世尊也无尽慈悲，哦，提供了一个易行之道，哦，很容易做到的法门，当然这个容易是相对八万四千法门，他普皮三根立顿全说，也就是诸位，哦，多数人，哦，都有在锻炼的念佛，对不对？哦，但是你可不要把念佛又恶化了它，哦，当作是一种保佑我人生的一个功法，哦，它之所以是功法就是锻炼成就自己的，没有一个功法是用来保佑的，哦，你们一定要懂得，哦，那尤其是佛法在在处处讲的是你自己跟你处在的所谓的生活，哦，生活比较白啦，哦，所谓宇宙人生的真相嘛，宇宙是你的生活嘛，生活里面包括时间空间嘛，哦，人事物嘛，那人生就是你自己，哦，所以它阐述的是你自己全全然然的你自己，那么兑现出来你开始有这些起见分别的，所以才有你跟你所，哦，佛家叫我，我所啦，哦哦，或者是这个我改成一个能，哦，能跟所，所就是所现所变，能就是能现能变，那么我就是跟所的关系，这所就是我产生出来的嘛，依附于我的嘛，哦，那一切叫做我所，哦，事实上
能所具名、哦、我所、哦、共灭、哦、它都不存在、哦、它只是依于我的妄见、哦、所误解而产生的境界相、哦、因此、哦、你必须要舍掉它、哦、也因此你能舍掉它、哦、那也因此你不舍它也不存在、哦、它也障碍不了你。所以事实上最终障碍到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啊哦、当然它衍生出来行为啊、哦、那思想见解最前端就是我们的念头啊、哦、所以为什么叫着我们不起心不动念，那不起心不动念很高端功夫做不来。所以刚刚讲世尊无尽慈悲、哦、在这一种所谓的八万四千、哦、必须精进、哦、必须深刻、哦、投入非常多的毅力的一种方法门径当中、哦、为我们提供了念佛、哦、净土法门、哦、他告诉我们呢、啊哦、不得已少三根福的因缘而得生彼国。所以即便它是一个一行道，它也不是那么简单，好像你嘴巴念个一句阿弥陀佛就行。可是从某一个角度它又告诉你其实也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有愿、哦、你切愿想往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跟行、哦、你持名念佛是个行哦、信愿嘛，持名它是关键、哦、那它难难在哪里？我们众生很难相信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哦、很少人割得下这个世间而切愿要去极乐世界、哦、常常有很多念佛的你们就去问卷、哦、天天念念念念、哦、念得很深入、哦、然后这时候你说阿弥陀佛现在来带你去呢，他已经叫他能不能等一下因为我还有什么事还没处理完，对不对？我还有谁还没有那个见到，我还有什么事还没交代好，就是这些。你一旦有丝毫的一点点这样的念头你就去不了了，这是关键。那除此之外呢，他再简单不过，对不对？那其他法门不是啊，你很愿意啊，可是你卸除不了你啊的执着啊，你还是不行啊。哦、你要消业啊，你要断烦恼 啊可是念佛法门不用啊，它只要扶助烦恼就可以了、哦、也就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你、哦、十念必生，对不对、哦、你这十念你临终那一刻只要你升起、哦、无尽至上的阿弥陀佛的圣号，那你就去了、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前面的这些烦恼是不是都扶助了哦、并没有断、哦、那这样的状态是可以的、哦、这也是借着弥陀的本愿威神加持力，所以不得已少善根、哦、善根是什么？能解，你要了解这一些啊，对不对、哦、能解能信啊，对不对、哦、你要相信啊、哦、所以信愿持名嘛、哦、那福德是你能行啊，你愿意做嘛，对不对、哦、你的福是做出来的嘛，那你的善缘佛缘就会相对的相应的程度比较高、哦、要不然你过去生仗着、哦、来到这一辈子有佛缘，你遇到了你善根不自己提起，你福德也不自己去积累，你即便遇到了这个善缘还是等于没有嘛，因为这个善缘就是又让你下辈子再结一次善缘用的善缘。哦、那这一种经验诸位、哦、非常的熟悉嘛，对不对、大家当然好像很疑惑、哦啊、你们很熟悉的都很疑惑啊，你们生生世世不都是这样吗、哦、生生世世、哦、都有在学佛，那在学佛也都遇到、哦、这个一行之道，那你今天为什么还坐在这边还要再听一次呢、那就是你很熟悉与你都在结善缘而已哦、而从来不把每一次的善缘都当作最后一次、哦、那最后一次的善佛缘、啊、我把善改成佛好了、哦、把最后一次的佛缘、哦、把你遇到的佛缘都变成最后一次，那你就不需要佛缘了、啊、你那时候是众生需要跟你有缘，不是你需要佛缘，因为你已经成佛了、
哦，那我们众生不是这样嘛，哦，啊，这让我想到，哦，以前你们有个师姐，哦，就跟我讲说，他们都要念万佛名册还是什么，一本经，哦，有一万声佛号，然后要念那个一万声佛号，我们就在摇头啊，哦，对啊，现在众生就像这样子，他宁愿跟一万尊佛结佛缘，他也不愿意自己成佛，那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又会认为跟一万尊佛结缘是个优越的事情，哦，那就不愿意自己觉得自己成佛，哦，是一种，哦，比较正确的事情。那这些执性其实四处世间的学修都有，你要比如世间人，我们也常常听到身边的很多朋友，哦，每每只要有机会聊天就说，哦，我认识谁谁谁哦，哦，多有钱哦，我认识谁谁谁是名人哦，我认识谁谁谁是什么啊，那你最后，哦，他还会说啊，那些都是我自己的哦，哦，我自己的，您听得懂吗？自己人啊，哦，这样跟我们麻吉啊，对不对？哦，这些政商名流，哦，跟我都很麻吉啊，这样子，那你就会说啊，那你呢？哎，然后他也觉得，哦，哎，可是我认识这些啊，哦，对，还是意会不过来。哦，那就是宁愿认识一大堆这些政商名流，就不肯自己成为，哦哦，他自己认知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样子，哦，那这件事情在世间就算了，因为世间事对不对，来来去去六道轮回，哦，生生灭灭，哦，无所谓，可是这件事情来到你们身上，你们在学佛，你们居然也是这样，那你不就冤枉死了吗？对不对？哦，白又这一辈子又白走一遭了，哦，所以我们即便没有如禅，哦，如密，哦，等高根器，哦，可以当世成佛，那你也可以类当世成佛而弃入当世成佛啊，哦，所谓类当世成佛就是你以净土修持，哦，你念佛往生极乐，你虽然往生极乐还没成佛，对不对？哦，那不算当世成佛，可是你去了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啊，无量寿又没有一切的恶缘啊，所以那里是保证班，那里就是一辈子成佛，所以也是当世成佛啊，哦，它只是一个跳板转折，那要在一切的这一个所谓的宗门教下，除了念佛以外的方法门径里面，你必然要在这一辈子烦恼断尽，对不对？哦，然后一阶一阶爬，你现在是人道，对不对？那你至少也要感觉到你现在至少有四禅八定的感受，对不对？色界天人，哦，的一种气息，哦，那你再过几年，哦，你就感觉到我现在就是没有轮回之苦，因为没执着，那这样还没成佛啦，对不对？四圣法界有你的份，哦，那你就要再过几年，你就要修持到你觉得我没有四圣法界的窘境，对不对？哦，我这时候，哦，就如菩萨，哦，一样，哦，我没有执着，我也没有分别了，哦，那你还得要更深刻的修持到最后，哦，你的妄念断尽，哦，只剩习气，你那时候是法身大士，那你在这个时候也许是圆教初住菩萨，哦，你也不比你直接带业往生到极乐世界被加持成阿育吠陀菩萨，哦，阿育吠陀菩萨是七地菩萨，哦，七地菩萨，那你是圆教初住菩萨，跟他的等级还差几个，对不对？哦，十住十个，哦，十行十个，十回向十个，这时候三十个，对不对？扣掉一个，对不对？二十九个，因为你是圆教初住嘛，对不对？那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的第七地，对不对？哦，所以你这时候有几个？二十九、三十，对不对？三十一二、三十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六，对不对？你就还跟他差三十六个等级，你看看，哦，对啊，啊，人家你要多努力，多努力，哦，多努力的修持，然后不比一个一行道很轻松的。临终十念就去了，对不对？哦，就成就了那个阿育吠陀菩萨了。哦，你看，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知道要向往，
哦，极乐的原因就在这边。哦，那也必须要坦白告诉你，你去极乐不代表你入佛之见了，而是去到极乐世界要拉再拉一条线出来，那时候你的方向目标就是入佛之见，入佛之见成佛，成就圆满佛。哦，那到七地菩萨还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还看不到，哦，看不到就是八地菩萨，哦，那个弥勒菩萨，哦，告诉大家的，一弹指三十亿百千念，念念成形，形皆有事。你能看到这一个真相，是到八地菩萨以上，哦，那你就知道，哦，了解了这一些法界的生命境界，你自自然然那个傲慢就长养不起来，对不对？那你这时候嫉妒谁？你知道，我看你只会最后你只会嫉妒佛，对不对？因为身边的没有一个，哦，有这种境界，你嫉妒不是愚痴吗？对不对？哦，那你这会嫉妒佛啊？你要成佛，你又嫉妒佛，那，啊，你就更愚痴，对不对？哦，所以你这样一直用你的逻辑推论好了。哦，当然佛法觉得逻辑是很比较，哦，比较有障碍的思维啦。哦，可是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嘛。哦，你不能用直觉，那你就用逻辑嘛。你看逻辑这样想一招，你最后都会发现，你只要还运作你的傲慢、嫉妒、贪欲，你就是天下最愚痴的那个人。天下最窝囊的那个人，对不对？天下最愚笨的那个人，天下最恶质的那个人，天下，对不对？你要想想，就是所有天下最不好的形容词都集中在你身上，哦，那你这样，那你为什么会傲慢？因为你就是觉得你比人家厉害啊，所以你才傲慢啊。那你只要想一招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天下最窝囊的，那你就傲慢不起来了，对不对？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当你念佛一直念一直念，念不到清净心卸除傲慢的时候，你就这样试试看嘛。这也是法。那现在很多就是念佛念佛念念念念到最后就是自己最傲慢了，对不对？哦，你看我念的上好，啊，就开始比啊。你一天念几句？对，哦，你念几点钟？对，你拢伫对念，哦，你哪里都要计较呢，你知道吗？哦，你念佛堂啊，哦，我拢伫悬崖旁边，哦，啊，你敢那较哦较厉害哦，安尼。哦，就是什么都要比，对不对？哦，然后哦，你说你在悬崖旁边啊，对不对？有一天遇到一个，我悬浮在半空中，哦，那你嫉妒就出来了。你看看，哦，那所以学佛学到最后，为什么慈云观灵法师，哦，在一百种念佛的果报上，第一个就讲下地狱，下无间地狱、阿鼻地狱，对不对？哦，所以学习。这一些基础概念都要守住，都要特别小心。哦，第一种呢，你们想啊，世间人怎么能理解？啊，我再怎么样念佛，念得不好也都是好事啊，对不对？哦，那可不是你想这样，所以你分明就是个世间人，对不对？哦，都是用世间逻辑去想啊，怎么样都是，然后啊，我怎么样都是做善事啊，啊，我这么一个善事毒死了所有的人。然后你就去跟法官，我怎么我是因为要做善事啊？你为什么毒死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渴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拿毒药啊？因为现在只剩下这种饮料啊，哦，就很多很多的这些很荒谬的概念，哦，跟行为都会冒出来。那佛法之所以不是善法，哦，它就是了解善法当中因众生愚痴，就会产生无量弊病，哦，这样，所以佛法叫做觉法。对不对？哦，觉悟之法，哦，所以他教着你就是要觉悟，哦，那你说那师父我们念佛去极乐世界有觉悟吗？你还没觉悟啊，可是你去那里可以觉悟啊，哦，那，啊，你在这里要生生世世还很难觉悟啊，哦，那，啊，你去那里，哦，没有任何恶缘障碍，所以你一生就可以觉悟啊，哦，它是一个跳板。那昨天我才跟一个人比喻，就好比说你们爬楼梯，从低层爬到一百层，到，哦，露台，哦，你看到那个美好的风景，最漂亮的风景。八万四千法门就像这样，啊，你要一阶一阶爬，哦，一阶一阶爬，对不对？哦，啊，有时候爬到开闹点，对不对？哦，啊，为楼梯爬下来，哦，啊，有时啊，哦，要靠一个栏杆支起，全摔死，哦，哦，等等，就是这里面非常多的考验，哦。障碍，那极乐世界好比说，不管你现在在哪一层，
好，那每个人境界不一样嘛，有的在第二层呢、啊，对不对？有的现在已经过去升三根比较好，他爬到五十层了、啊，对不对？哦，有的四十九啊，都好。哦，这些就像什么呢？你只要发出讯息，对不对？直升机就飞过来了，等等等等，问你在哪一层啊？哦，你说我在二十三层啊，他就降下来，哦，跳出来，你跳出来，他就把你接住，就把你带上去，哦，看到最美丽的风景这样。往生极乐世界就像这样，它叫横出啦，哦啊，刚刚那个叫做竖出啦，竖出比较累啦，哦，啊横出比较容易，哦啊，这个哦，直升机就像你们常看到很多往生极乐的啊，他临终看到啊阿弥陀佛来接我了，对不对？哦，就像这样啊，哎，直升机来接我了，哎，那可是你要跳出来呀、啊，阿弥陀佛来接我了啊，我现在不要去。哦，那你也没用，阿弥陀佛马上就走了，哦，因为他们是最有效率的啊，佛法是最有效率的法，哪能浪费？就好像直升机来了啊，对不对？你还在那边，哎，等我等我，哦，我那个 LV 要被，那包包要被杀掉，对吧？哦，一等叭叭叭叭叭叭造完，因为浪费油，知道吗？哎，浪费油没有效率，哦，所以极乐世界哦都是有这一种概念，那意思说就你要决心舍下这一栋大楼。全部舍下，你跳出去，人家就把你接住了，你不用怕。哦，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敢跳，对不对？怕，哦，怕对于未知，那对于未知，也就是对于法理不解，对不对？哦，你对于法理不解，你就会有忐忑。哦，就像有一年我去马来西亚，然后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一个太太说：“师父啊，你等一下哦，等一下我先生来，先不要讲阿弥陀佛，好不好？”这样，我说我没有，我今天都没讲阿弥陀佛啊，都是你们在讲的，对不对？看到我就讲阿弥陀佛，你看，哎，哦，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会怕，嗯，他怕，为什么怕？哦，啊，阮家就是弄迄、那个弄迄西人靠的阿弥陀佛啊，哦，啊，阮家做者听到阿弥陀佛就惊啊，哦，惊会带衰啊，哦，他们的语调会带衰啊，哦。啊，唔通讲咯，吼，啊，唔通讲，好啦，好啦，好啦，啊来，吼、哦，一来，我们就讲阿弥陀佛，吼、哦，就是，就这样讲到后来，他先生，哦，原来是安尼哦，哦，啊，真好，真好，阮是咧惊啥，对不对？吼、哦，安尼，吼、哦，啊，听了哦，吼、哦，啊，唔过，嘛是个咧咧惊惊，对不对？你看习气，对不对？他即便听明白了哦，他习气还是会怕、哦。所以你就知道，你没有常识熏修，你办不来，还办不来。所以即便理论很简单，与我们众生的习气产生了难度，那这一点怎么办？这一点就只能靠自己，靠自己愿不愿意创造机缘给自己。刚刚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因缘虽然某种境界因缘你不能自己决定，可是你可以把握，对不对？哦，那我们众生可悲的是，他常常遇到的因缘，他没去把握，于焉他的善根福德起不了作用，所以他跟最终他向往的结果，哦也哦交失之交臂，对不对？哦也没办法达成。那这一错开就又怎么样了呢？开经济，百千万劫难遭遇，又要百千万劫去了，哦难遭遇。哦，那你看啊，像你们有星球的概念，对不对？常常那个，我是忘哈雷彗星是几年飞到地球啊？那、嗯、不重要，这跟成佛没关系啦。我、哦、这是一个常识啊。我只要讲说很多年嘛，对不对？有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嘛。你看他来地球这样，咻，在那个宇宙的轨道就这样，哦，跟地球这样擦肩而过，这样刹那啊，大家看了，然后下次呢不知道了。哦，那哈雷彗星你用年算得出来呢？佛法你要遇到，它是用百千万劫呢，哦，百千万是形容多的意思，也不是刚好一百、一千、一万呢，哦，是多到无法计数，所以用百千万，啊，又用劫，对不对？又不是百千万年，对不对？那一劫多久，对不对？地球沉住坏空，哦，从生出来到爆炸二十次，对不对？哦。这就叫第这个叫一劫一大劫，哦，你看多麻烦，所以哦把握是很重要的，哦，那也就是因此哦，我们常劝诫的诸位三元念，
对，你必须要透过自己的主动性去圆念于三智士法门道场，你才有机缘去滋养你的善根跟你的福德，于焉你的善缘就会更加的兑现、哦、这个佛缘，那你会兑现到什么？兑现到就是你的善根福德一直滋长，一直滋长，滋长到你们以净土的方向来讲，滋长到一个极致，你就兑现到那个临终时的阿弥陀佛本人、哦、来到你面前、哦、接你这样。当然他的工具不会像直升机这么落后了、哦、本人来，你看那一旦他出现了，你又跳上去了，那你就问了，对不对？你一生成佛了，就这样、哦、那去了极乐世界，你既然是被加持为阿育吠之菩萨，你等同佛的能力通通有了，所以整个净虚空遍法界你来去自如，对不对？你要以化身投胎、哦、以分身、哦、去学修，通通可以，你自己决定，也就看因缘、哦、那时候叫做真自在、哦、那我们现在学佛、哦、多不自在、哦、连个守规矩都觉得、哦、要人命，对不对、哦、那时候没人教你守规矩、哦、因为没什么规矩好守，因为每个都是至善之人，所谓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是那个地方，那我们娑婆世界刚好相反，是诸也不能叫善，诸智好了，智恶人啊、哦、极端的恶人都聚会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哦、所以看忍、哦、那看你忍得到什么时候、哦、忍得到什么时候，那最后还是只是看、哦、看也有不看，对不对？所以最后还是不堪受，六道轮回没完没了、哦、所以在跟这个净土有关、哦、与极乐、哦、有关的盛会里面，我们就要常常去做、哦、这样的缅怀、哦、在缅怀俗骂的时候、哦、它也不是让我们、哦、只停留在世间的一种怀念、哦、而是、哦、作为一种勉励，对不对、哦啊，不管人家以什么样的、哦、善根福德因缘的兑现而能去，总之我就是我们大家、哦、都知道理论方法、哦、我们就秉持着理论方法、哦、透过自己的毅力去生持、哦、必然、哦、在时节因缘、哦、成熟的时候，我们也就容易、哦、去登彼岸、哦、彼岸哦、此案是一种方便说、哦、用着我们求死的意志、哦、去求往生极乐，没有一个人不会成功的。就说你们又疑惑了，所以我没有要求死，死就恐怖，对不对？那、啊、你们生来就一直在求死啊，你去细细品尝，你这一辈子最积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没有去想过吗？就是死啊，对不对？你做任何事情还会休息，对不对？还会睡觉，对不对？还要补充能量，对不对？哦，你饿的时候还不想做，对不对？你唯独死这件事情啊，你睡觉也在拼命往那边啊，对不对？你吃喝拉撒都拼命在往那边啊，哦，你肚子饿你也不会说死，你暂停一下我肚子饿，对不对？哦，也不会啊，你吃饱饿肚子你通通在往那边哦、很精进这件事情，你对你们人生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分秒必争的，对不对、哦、而且你们人生只有这一件事情是你全力投资下去的，对不对？你没有其他事情是全力嘛？你花了最完整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你们往死走，对不对？所以要用求死的意志，知道吗？哦、去求生，这样没有一个人不会成功的。所以佛号把它在你生活当中念得绵绵密密，对不对、哦、深深的砍在你的心里面、哦、处处都是弥陀。当你有一天恍然大悟，你看到任何人事物都是阿弥陀佛的时候，恭喜你，对不对、哦、你极乐世界的境界就要兑现了、哦、所以在今天、哦用这样的一小段话跟诸位勉励、哦、也祝诸位、哦、能够、哦、早登彼岸、哦、放下这世间的一切、哦、
也在世间还有因缘的时候，哦，深刻的去锻炼，哦，六合敬，哦，跟忍辱的功夫，哦，一切世间幻象，哦，与我成就无关，哦，我只是来此游历一遭，哦，既是游历，哦，好的坏的通通是乐趣，哦，用这样的见解思维，哦，去对待，哦，你人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哦，感恩诸位。